近日，委内瑞拉、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加、萨尔瓦多、尼加拉瓜、巴拿马等国家遭受飓风朱丽叶袭击，发生洪涝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，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中方对不幸遇难者表示哀悼，对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。我们相信有关国家政府和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，重建美好家园。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救灾援助。